伟大的创意啊！我们导演组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想出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创意，竟然是让我们介绍自己的小技能啊！厉害！午夜情感电台，我是你们的小凤哥哥，欢迎收听八十年代的歌啊。早知道是这样，像梦一场，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一首含泪跳恰恰送给大家，笑没笑？想要抱你抱到安安安，唔通抱我抱到这为难。第一个技能就是说唱，给我一个关键词。消防。消防。哎呦，现在在我旁边的是消防图。That's right, freestyle 的什么的，别来沾边，死得很快，死得很快。我最近在学跳舞，叫 blues， 是一种交际舞。但就是会很让你很放松，跳舞是一件需要你要放松的事儿。这次我来到脱口秀大会，就是为了让张宇哥看到我。朝夕灵魂单挑，请不到第一眼的笑。张宇哥 ，Paco， 妈妈爱你啊！我最近在深刻的学习高等数学，我已经能背到圆周率后四十倍了。3.14159265358993834624323849，谢谢。你回去可以查，这是40位，或者30位，我也不知道，他们不会数的。要有知识，知识才能改变命运。大家知道他叫小北吧？你看，这是 baby。baby， 确实这个赛制啊，会有一些漏网之鱼。他们入选，所以呢，大家也是酌情喜欢他们，因为他们可能这一季呢最后一次就是在这 一两期上了，然后后面主题就写不出来了。对对，靠北。啊！小北去哪？小北去哪？找不着北。好，特别好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给大家推荐一款放松肌肉的产品吧，这款产品刚刚 Rock 使用过的，先把它打开，然后垂直的放在人的肌肉或者韧带等部位，它会通过非常快速的击打，然后来迅速放松你的肌肉或者关节。厂商可以找我们了啊，但是不要打在关节上或者骨头上，会比较痛，尤其不要打在头上。个人技，让我给大家展现一个个人技吧。这个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恶心？我能舌头舔到鼻子，真的。新晨来一下。好。没，我自己的鼻子，自己的鼻子。来，这个真的不要外露啊。我老婆以前就是我出来，她从来不管我，她是知道我出来讲这个，现在开始关注我。你出去晚了之后你干嘛了？对，所以我现在出来之后基本上能拍照片拍照片汇报给老婆看到没有啊。我真的在这里，哈哈。就不管中人民币美元假钞，我看不到一秒就能看出来。可以现场给我们演示一下。这是真的，像这种新版的人民币。所以会非常容易的分辨出来。